好，欢迎大家来到英俊秀，我是裘英俊。本节目由优自来水仙水润精粹原液特别播出。这人啊，很多时候会认为自己追求啊，但得不到的东西是最珍贵的，是吧？这个其实呢，珍贵无价的东西啊，往往就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比如一个人的健康啊，头脑里的智慧，还有啊，您别忽略啊，良好的睡眠啊，这些都是用金钱买不来的。为什么现在啊很多人出现这个睡眠问题呢？我觉得主要啊还是这个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了啊，尤其是我们男性，对吧？家庭和工作各个方面都不消停啊，一个一个满脑都是官司，亚健康的太多了。可是前一阵子呢啊，我老婆还跟我说了一个理论，这理论挺可气的啊。她说中国的男人已经配不上中国的女人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她说中国女人啊，时尚靓丽，气质好。那中国男人呢，大多都穿得不得体，勒里勒特。这观点一出来，我就想了，你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，那哪儿的男人能配上中国女人呢？比如美国，美国男人配得上中国女人吗？有人说配得上哈、啊，那美国大片儿是大家都看，啊，上面那个帅哥美女多的是，啊，好莱坞的。什么约翰尼德普啊，莱昂纳多呀、啊，啊，这都是让美女们垂涎欲滴的男神，英俊帅气，身材匀称。但是我还必须告诉你们一个事实，啊，这些影片里的形象，那都是假象。美国实际上那是肥胖率最高的国家，美国街上你看见吧，那大胖子居多，所以《泰坦尼克》里那男主角，那绝对就是一种虚假广告。真正反映美国人身材的电影其实啊是怪物史莱克。而且啊，你就算找一个男神，你就能保证这男神今后就不长肉了啊？最近有人拍到过啊莱昂纳多的照片，我看以后很惊诧，这还是当年的杰克吗？啊，这身材怎么早不凸显出来呢？当年他要是这个身材，那个泰坦尼克撞冰山上了，他也淹不死啊。实在不行啊，这个地球的资源已经差不多了啊，那咱们的女同胞们也可以考虑一下外星人，是吧？外星人跟地球人产生感情的事情也不是没有的啊，相信大家在电视上也都看过，是吧？都见过啊，电视上那些外星人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而且还心地善良，人畜无害，喜欢孩子，喜欢小动物，长得也都不错啊，尤其是那双眼睛特别的迷人。对，你猜对了啊，我说的就是 ET 啊。什么啊？你说想找一个更高大威猛的？高大威猛的那就是异形了。所以说大部分情况下啊，中国女人的归宿还得是中国男人，正确的选择是最适合你的，而并不见得是最优秀的，啊，面对非常多的选择，有时候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无所适从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，就来说一说时常要面对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选择。最早啊，让我们做出选择的，恐怕就是选择题了，是吧 ？A、B、C、D 四个选项，尤其是英语。现在我们也在想啊，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英语学不好？我觉得啊，罪魁祸首就是选择题。你琢磨呀，四个选项就一个对的，而且我们看哪个都觉得对，所以我们必须得看三个错误答案之后才能看一个正确答案，这样这个错误答案反而记得更清楚了。所以后来很多这个英语的教育啊也都有所改变啊，比如后来那个疯狂英语，对吧？我当年就练过啊 ，Follow me， come on， come on， 好多我跟加加不露加。别乐啊，后边这两句展现的是疯狂英语创始人当年温馨的家庭生活。当然咱们也知道啊，这位创始人现在是皈依了啊，在少林寺皈依。哎，我当时就想啊，就是想
偷学少林拳法来提高在家庭中的战斗力啊。咱不知道他以后要找老婆是不是也必须得会这少林拳法才能对付啊。反正我老婆那是一个凶悍的，那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女子啊。一不开心就拿拳头跟我亲密接触，我就求她，我说亲爱的，虽然说这个打是亲骂是爱啊，但是这不也怕累着您吗？再说了，您老在外边打我，这我脸面无光啊，对不对？一个男人哪能这样？他给我出了一选择题，那行，你选吧，你是让我在外边打你，还是让我在家里玩命打你啊？你想，在家里吧，是就算打得狠一点，但至少外人看不见，外人不知道啊。我选在外边也打，在家里打，对不对？男子汉的面子要紧啊！哎，我这一说，我老婆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可是没过几天，逛街的时候，嫌我走得慢跟不上她，又开始打我。亲爱的，咱不说好了吗？啊，在家打不在外边打。对呀，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？男子汉，四海为家呀。哦，真的。那面对这样的老婆啊，这个选择哪种方式跟她说话能让她满意，其实这是个世界性难题啊。演员嘛，生活不规律啊，容易出现一些个亚健康。我就在这个健身房办了一张这个健身卡，想多运动运动。那天正好休息，我就跟我媳妇说，我亲爱的，陪我去健身房好吗？这是好话呀。你猜我老婆说什么？你是嫌我胖吗？那个你如果实在不想就算了，你是在说我懒吗？不是，那个宝贝儿，你冷静点，你是在说我疯吗？没，我不是这意思。那你是说我爱说谎吗？不是，那个亲爱的，那个我自己去行吗？呸，去健身房你敢不带着我？曾经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啊，说这个成功人士啊，乃至于伟人，最重要的一项能力就是决断啊，也就是选择。因为大人物他的选择往往会改变历史的方向。比如咱们都知道啊，商朝的纣王是吧，三国时期的吕布，隋唐时期的李密啊，这些人啊，当然最终都是失败者。而失败的因素当中呢，也都包括这美人，正所谓红颜祸水啊，包括后来最著名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啊，最后也是和让他放弃王位的那个辛普森夫人离婚了。所以我就总结啊，有的时候一个伟人会面对这样的选择，江山和美人，那最应该选择哪个呢？我的认为啊，一定要选江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了江山就一定会有美人，但是如果只有美人，那美人还是会跟有江山的人跑了。啊，我用这个问题啊，也问过我们那80后老艺术家赵大爷。啊，我说赵大爷，江山美人，你是要江山还是要美人呢？赵大爷当时非常不屑一顾，借问题，借还有嘛可选呢？要江山要美人，那得看是大江山还是小江山了。所以说啊，咱们还得说这个事业为重。有这么句话吗？女怕嫁错郎，男怕入错行。啊，选择职业是人生的大事，啊，得根据自己的能力、兴趣爱好来选择。比如说啊，能说会道，对吧？长相也很英俊，像我一样可以讲脱口秀嘛，啊？你要是文笔精彩、构思巧妙，可以当作家。要是满嘴瞎话、天天撒谎的，那可以当专家去。职业规划的第一步啊，就是选择大学所学的专业了。啊，选专业着实让很多人啊死过成千上万的脑细胞。很多人报志愿选专业的时候，并不是科学的规划今后自己的发展，而是什么呢？用一个极不科学的方式啊，就是渴着自己考那分儿，奔着不浪费分的方针去选专业。但是要的分高的专业啊，
它未必是好就业的专业，啊，而且啊，有的专业名字很具有迷惑性，往往招的分很高，啊，比如一沾国际这俩字儿，是吧，就会让人感觉，咦，非常上档次，啊，国际会计、国际贸易、国际金融，啊，这都感觉特洋气。但是还有的专业啊，也为了好招生，他也加这国际俩字儿，就莫名其妙了。比如我就见过啊，国际美容美发，这大概可能是外国跟时尚比较紧啊，国际烹饪，这也可能是做西餐的。还有一个国际国防，国际国防那也就防个外星人了是吧。还有国际汉语言文学，哎，这名字最缺德了，国际汉语言文学，谁报这专业，那老师都没你溜活。相信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，两口子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商量吃饭啊，那你想吃什么呀，随便都行，看似很大度啊，但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回答，因为你把这个选择的任务你拍到其他人头上了，而你还在道德上落一个哎，不挑食好伺候，百依百顺。那轮到你一个人吃饭的时候呢，可能照样会因为早饭吃什么、午饭吃什么啊，甚至晚饭吃什么而犹豫不决。尤其是我们节目组啊，天天反正挺单调的啊，不是盒饭就是食堂，早就吃腻了。那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，赵大爷自己人有小心眼儿，偷偷买了两个酱猪肘子，自己在办公室解馋，拿小刀把肘子切成小块啊，吃得正美了，一没留神这个把手指头拿着小刀划出一道口子，这血一滴一滴的就滴到那肉上了，正好我回来看见，赵大爷滴血认亲呢。选吃什么呀，不容易，那当然还有一个选择也不容易，就是选择看什么样的节目，也在考验着我们啊。现在各大卫视收视率的竞争啊是非常激烈的，尤其到周五周六这个黄金时段啊，各个卫视的好节目都压这儿了，就拿我们这节目的时间啊，周五晚上十点这好节目太多了，观众选择不过来，哎，比如这一家人啊，妈妈想看爸爸去哪儿，爸爸想看好声音，爷爷想看英俊秀，那可是家里只有一台电视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给您出一主意啊，你让那小两口早点睡吧。过去看电视啊，就三四个频道，可是看得津津有味啊。现在的电视，那动辄就是好几十个频道，但是经常看的呢，往往还是那几个台。有时候选择的余地大了，反而懒得去选，啊，也不好选择。这就在心理学上叫选择性障碍，啊，选择性障碍一般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比如这个女性购物，啊，同样款式的衣服，不同的颜色，这个不喜欢，那个也不舍，导致拿不定主意，内心纠结，最终挑选了一件以后啊，还要不停地问别人啊，是不是适合自己呀？我穿着合适不合适啊？跟我搭不搭呀？对吧？如果别人的答案是否定的，还会更加加剧这种苦恼的心情。那么治疗这种症状有一个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嫁一个有钱的老公，遇到喜欢的就都把他买了。不过真当你有钱了以后啊，买了你喜欢的衣服，下一个选择接踵而来，这么多套衣服，今天到底穿哪一套出门呢？选出来这件衣服又怎么搭配呢？这个女孩们是很麻烦的啊，一般来说这个耳环和项链是要搭的啊，围巾和胸针是要搭的，还有讲究的啊，这个背包和鞋的颜色要一致啊，或者腰带和鞋的颜色要一致，甚至于啊，有的人秋衣胸前的图案、内裤和袜子的颜色都必须一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一扒外衣系上斗篷，你就可以飞走了。咱们也不要啊，把这个选择总说的那么惊心动魄，
顺其自然也很好。其实完全可以坦然一些啊，生活往往会为你做出最好的选择啊，比如认识的人啊，结交的朋友，茫茫人海我们遇到很多人，选择一部分成了朋友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一部分啊会变成我们至交的好友，一部分呢会慢慢的失去联系啊，也还有一部分没有完全的失去音信，可是唯一的联系呢就是朋友圈点赞。看到一条朋友圈啊，有的朋友会选择评论，也有一些人会选择点赞。选择点赞的人可能表面你认为，哎，我很关心他，其实呢表达的意思是我真想跟你说句话，但确实没什么可说的。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啊也很重要。一般来讲啊，一段朋友关系往往是开始于我可以认识你吗，但总是结束于我总算是认识你了。在这个通讯发达的今天啊，我们交友的方式也特别的多，有人选择这个微博啊，有人选择 QQ 啊，有人选择微信。那么身为宅男的小超啊，曾经无可救药的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女网友啊，这小超经常就看着这个女网友漂亮的头像发呆，鼓起勇气向她表白，但最终被拒绝了啊。这个女网友说是为你好，小超不甘心啊，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最后得到了这个女孩家的地址，在楼下蹲守了好几天，终于见到了她的素颜。回来之后跟我感慨，裘老师，啥泰国变性韩国整容都比不上咱们中国的美图秀秀啊。这种网上认识的啊，我看啊就不靠谱的居多。真正的朋友呢，还是得朝夕相处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友情。比如说我啊，跟我们那导演杨子可以说是良师益友。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宿舍啊，有一天早晨醒了，杨子望了望窗外就问我，风这么大雨这么大出去多冷，英俊你说我还去上课吗？一般室友就顺着他说了，去什么呀，帅吧。可我不会这么说啊，我会选择在这个时刻我鼓励他，杨子你忘了吗，人只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自己的惰性，才能真正的进步，这点风雨算什么，那大江大浪还等待着你呢。杨子一听这话当时被我打动了，对，我一定要战胜困难，说着话披上雨衣直奔教室了。哎，所以说做朋友啊就是要这样相互的鼓励啊，让他做出积极的选择，冒着大雨也要鼓励他去上课啊，即使那天是星期天也要这样做。对于单身的男同胞来说啊，选女朋友也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啊。有观众说说不难，那是因为你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对于我来说选女朋友太难了，因为那么多备选的对象，你拒绝谁都不合适。但是杜沁怡啊也经历过很多次的相亲，那天她又去相亲了啊，回来跟我说，说相亲那个对象看了她一眼神魂颠倒，当时就单膝下跪。我一想不会了，头一回见面就单膝下跪求婚了。杜沁怡说没有，他说我鞋带松了，要给我系鞋带。哎，我这倒是一个挺绅士挺浪漫的男士。浪漫什么呀，这臭缺德的把我左右脚的鞋带系一块儿了，我一迈腿追的平着就趴地下了。今天啊跟大家聊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啊，其实我也在想，你看我之前我跟我们那导演杨子就说，你做主持人对吧，也应该给我一个选择的权利啊，比方说我的搭档是谁对吧，以前都是他们导演组杨子他们挑对吧，我认为这就不合理，真正我的搭档是谁，决定权选择权应该在我这儿，对不对。哎，你说会是谁呢，高圆圆，林志玲，要不就是小 S， 这很有可能的。我希望呢
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新搭档啊，这个无论方方面面跟我都能比较搭配，对吧？原来那个搭档长得也不漂亮，这也不好看，对吧？这状态。怎么老是你？对呀、啊。不是，哎，杨子，我跟杨子说好了，要不你换人，要不他走。对呀、啊，他走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命，你就认了吧啊！我还想把你换了呢。我认命了，我认命了，好吧。不过其实啊，这个说选择说命啊、嗯、其实都说的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的抉择啊。是。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，他在人生当中也进行过了很多成功的选择。哦、哎，我们有请出我们的嘉宾侯勇老师，有请。掌声欢迎。哇。老师好。勇哥好。你好侯勇。你好。天津的父老乡亲们，你们好啊！哎呀，天津，天津话都出来了，很纯正，不太地道，很纯正，很纯正。这个刚刚啊，在台下我还跟侯勇老师说啊，我说我是看着您的片子长大的。你说什么呢？勇哥也就25岁出点头，对呀、啊，我不才刚4岁半吗？真的，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年我正好是军训，我们上大学军训，然后忽然有一天就下雨了。然后就训练不了了，然后就给我们组织到一个屋里，放的就是侯勇老师当年那《冲出亚马逊》，就看到侯勇老师在那当中那种表演，哎呀，一直把侯勇老师当做我的偶像，真的，而且那个看完那个片子之后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什么事儿？教官还是逼着我们写观后感来着，因为太深入人心了哈。今天我们说的是选择嘛，对吧？我觉得侯勇老师应该是个命不错的人吧。好多人都说我命好，对啊，其实命一般，好多一些。丢掉的机会比我得到的机会还好。您这一路走到现在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啊。那有没有哪一次的人生选择让您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窃喜？哎，当年这个选择太对了。做演员吧。做演员、干这一行是一个朋友、他是喜欢文艺啊、喜欢文艺呢，然后他去考、考呢他拉我当垫背的。先让我考，给他壮壮场子嘛。后来结局就是他没考上，我考上了。就黄勇老师当年考铁路文工团，就是因为他父亲侯先生侯宝林先生不让他说相声，对，然后他也是陪着朋友去考，最后他考上了，那朋友没考上，对，后来我考上还当时还不太想去，我在肉联厂工作吧，肉联厂，肉联厂，就是卖肉的，分割肉，要把猪的各个部位，通过这个就是，剔骨头，包括切开，分1号肉、2号肉、3号肉、4号肉，哦，我在4号肉，猪后腿。我们的工作是季节性工作，夏天呢一般就停了啊、就把我分到了熟食车间，做什么猪头啊、猪肚子、猪大肠啊这些东西。我干完以后呢，就跑到休息室去睡觉去了。工作干完了嘛，然后让我们一个厂长、副厂长就发现了，但他不明真相啊，把我 K 了一顿 ，K 一顿就意思你想不想干？不想干滚蛋。他不知道这领导还是蛮厉害的。对，我口袋里装了一份录取通知书。滚蛋就走了。也有想法。等于当时这个选择啊，自己还犹豫，很难决定。犹豫。哎，这忽然这领导说：“好，你滚蛋啊！”那好，我有录取通知书，我就华丽的滚蛋。现在恰恰要感谢的。您当年有没有把这个卖猪肉就当作是您一个毕生的事业了？您确实付出很多。想来着。但是后来不就干上这一行了吗？就改行了。就是当时我干这行，我妈不愿意让我干这行，干演员。为什么？上不养老，下不养小，跑那大老远干嘛？在家里卖肉多好。那阵卖肉可能收入也比较高。对。那时候养家糊口卖肉没问题。那我就特好奇了，对吧？您这手活技术绝对是好。这您考中戏，面试这个戏剧表演的这种专业学校，对吧？要不要我？看见吗？看见吗？这你前车之鉴是这么考上的吗？没。他当时考这个也是陪一个朋友去考嘛。我第一次说普通话当时。您原来不说不，原来不说。您家乡话大概是什么味儿的？家乡话跟山东话差不多。哎，爷们儿！哎呦，哎呦！吓死我了！演员呢，也跟他们说相声也像，就像惊堂木一样，得引起大家关注。啪一拍，视线全过来了。这属于那炸口。那当时第一次说普通话，那说出来是很别扭的。别扭，我第一次说自己起一身鸡皮疙瘩。真的。说了什么台词还记得吗？人老师不是说台词，老师问，叫什么名字？多大岁数？
基本情况你介绍一下啊。这很简单啊，老师，我叫侯勇，哗，鸡皮疙瘩起一身，因为以前没说过普通话嘛，我今年20了，普通话还说得很别扭，这肯定打动不了考官，后边还考什么了？形体、台词、声乐、表演，还考形体。形体您怎么展示的？形体我不会什么形体啊。但我那时候跟别人学练武术，12路弹腿什么东西，就是那个。弹腿。老师主要其实不是看你会啥，就看你胳膊腿协调不协调。其实最主要的看你，他让你走路，围这个场子，他让你走路。干嘛？怎么走呢？他拍着桌子。他拍节奏。那您拍，咱俩走。走啊，你们俩走啊。走路谁不会啊？看着啊，来。这老师，他这个变化节奏，他就要你这个变化的节奏。对，这我告诉您，这以后要我要当老师考我怎么拍？你干嘛呀、啊、你？这跳着舞走。我看他们走得下来不走得下来。其实老师更多还是看你一个原始的条件，基础。那后来这几项您考完，您感觉您是有戏啊，还是没戏？我以为没戏啊。因为前面的考生过去3分钟、2分钟就过去了。我考了10分钟。我说完蛋了。好是吧？对、我当时不懂啊。实际这是一个经验，当时你不知道。不是。就考的时间越长就越有戏。基本按常规是这样，所以嘛他关注你嘛。他看你一看不是这块料，基本上好，那下一个。对。那当时考完之后就算录取了？没有。有一天下午，就是一个姓侯的家里的那个大娘，突然到我们家了，说大勇啊。说你有封信到俺家喽，下班吧。就是一发这个复试通知书，我一看，第二天就截止日期，这就过太晚了。对对对，我赶紧就坐车，当时在徐州嘛复试，到那赶上了吗？赶上了，去之前打了个电话，老师在等我。所以就说这个人生啊，他有主动选择，他也有选择之后的机缘巧合。对对对，哎，就如果当年那封信如果再晚2天，对，那就如果再下午看，当天晚上的火车再赶不上，也不行。对对，那当时您这个知道这样的结果之后，比如最后被录取了，心花怒放了吗？就没说跟那个副厂长、跟那厂长那个嘛斗气嘛，当时还不想去啊，不想去。但当时据听说。考上学叫国，又叫国家干部待遇，我们在肉联厂是合同工。考上去以后就性质好像变了。就铁饭碗了。对。那您当时在肉联厂是您有级别吗？当时呢，我干过第4小组的小组长。刚提副主任，没有半年吧。您那个切肉当时您很专业。我标兵，标兵，行业标兵。行业标兵。我现在那个记录还在我们肉联厂保持着。真的。我。踢骨头，就把一个猪后腿连骨头带搁放在那儿，那边有评委拿着秒表，我这时候拿着这个，你看卖肉不就这样吗？叉叉，预备开始，我就从拿刀预备开始，到最后把这个骨头从肉分离，我是13秒，这，哟，13秒，13秒，这煮熟了啃我都啃不下来。这太厉害，这庖丁解牛啊！您这是，因为你还不能把骨头上带的肉太多啊，它有一个基本上一个标准。对啊，然后在标准的情况下，你要多快？我是这手您练了多长时间？2年多吧。2年多，那当时是不是也挺痛苦的练这件事儿？那手那全是伤。哎呦，他切肉那个刀很快，切手更快着呢，就削掉一块，后来给缝上去了。哎呦。缝了大概7-8针，干啥都不容易。干什么想成功，想取得一定的成绩，都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啊！您往这一站，我们还是很难把您和这个猪肉卖猪肉联系到一块儿。咱们这么着，咱们来一个现场的考核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好，把我们这个猪肉的摊位搬到台上来。这个大家看到了，我们这个英俊秀大肉铺这就要开张了啊，多大气。当然你看，因为这个侯勇老师啊，他自称他是专家标兵嘛，对，标兵业务能手，我们不懂是吧，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帮手啊，魏主任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个大家好，我来自天然肉联厂中式面粉公司，我名叫陆浩。先让侯老师认一下这每个部位好不好？行，没问题。来，这看不出来，这叫猪脊骨，用人的比喻应该在这儿，
对，吸排、脊骨、通骨啊，吸排各地叫法不一样，但是部位肯定是对的，没错没错。我有问题，你问。这个都是带骨头的，那老师一看就知道。对，这一坨是什么？这一坨叫前夹肉，在这儿。对，这真的都知道。对，我说的是部位啊，没错。名称咱不。这您怎么分辨出来？这都不用看，就看肉的这个形状、结构和形状。这个我知道，这大半骨嘛。对，不，猪有四个腿，这是前两个腿还是后两个腿？应该这么问吧？是吗？前俩腿后俩腿还不一样？那这可价反胳膊跟大腿能一样吗？胳膊拗不过大腿啊！这侯老师，我现在开始对您肃然起敬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个，您这个叫接皮断瓤啊，这一个猪变成这样，您都认识。雕虫小技，第一关算侯老师非常成功啊！接下来还有一手吧，一刀准，对吧？这现在好多年轻的他们都不行，就算专门卖肉都不见得行吧？一刀准，现在很难了，连老师傅都少了，现在都不练这个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就业务都生疏了，没错没错，对不对？侯老师，您给我们来一个一刀准吧，先后腿吧，后腿好，切前腿吧，好切那个圆了咕当的。都没问题，都没问题，哇！你看吗？啊，咱这都没问题。哪位朋友提一个？切前腿，切后腿。那多少钱？咱来个一斤。来，多少？一斤。一斤是吧？对，还跟肉一动找不了。试试，你让他切这个吧。你切这个，切个三斤的。来两斤吧。两斤。我在原来这基础上，我添点。不，就在这个，他偷巧。三斤啊。三斤。侯老师，您不应该给我打这赌，万一我碰巧切准了，那我们换我明天我到这儿来上班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终于你走了。这肯定不行，我估计不够。你们猜怎么样？我估计不够。你放了人只能一刀，就是一刀啊！就一刀放了你。二斤。二斤多。二斤。我也试一下。二斤半，这差不多。这咱俩比一比。你给我出一下。我也出一个。啊，一斤五两，你比我少一半。行，一斤五两。哎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看点手啊，慢点啊。哎，手指头切里不算分量啊。不够。嚯，你这干嘛？哎，等会儿啊。一斤五两。哪？你实数吗？一斤一两，一斤实数吗？你实数吗？经过现场的考核啊，这个侯勇老师虽然业务已经放下这么多年了，但是还是宝刀不老啊。我跟沁怡呢还是缺斤少两、啊。对。所以因为缺斤少两，我们这个英俊秀大肉铺到此关张啊。非常感谢侯勇老师，也谢谢我们这位肉联厂的朋友啊，谢谢我们把这个道具撤到台下，谢谢。好。刚刚我们领略了侯勇老师当年啊卖肉的风采。哎呀，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？但是挺潇洒的，是潇洒。这一下唰唰唰唰，这挺潇洒的，是吧？当时您这个选择应该是也挺大胆的，当然也有一个刺激，对吧？刺激就是前途未卜。而且在我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啊，正上学期间，我们那儿就定向，我应该毕业分配到徐州话剧团。啊，在上学期间，徐州话剧团解散了。啊！后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，就把我给相中了，就到了部队了。到部队了啊！那到部队一开始是非常顺利。跑龙套，跑十年龙套。跑十年龙套。那您没有怨言，说我干脆不干这个。我跟谁怨言去？那我不干了。领导谈的吗？不想干，滚蛋！这阵儿您口袋里没有录取通知书了，是吧？就没别的了。所以就没走了。这个时候我开始出去拍电影了。
哎，所以我这人老背一手，你知道吧？因为在优联厂的时候呢，哎，背考上学。但是前线话剧团的时候呢，老让我跑龙套的时候，我就外面有人说，哎，小伙形象不错。哎，我这边有个电影，有三天戏、两天戏，你来不来？我来呀。后来我发现拍电影比演话剧容易多了。就拍电影、拍电影、拍电视剧、拍电视剧。后来开始有男主角让我去了。听说您还演过什么不动不了的？雕塑。我演过雕塑的。我们当时排团里排一个话剧叫音乐剧，音乐话剧，就男女你是男主角，你是女主角，嘿，太好啊！你上这个场景里谈恋爱啊，然后他得进一个场景，什么场景呢？这个男主角是个画家，是个雕塑家，导演一开始没把这意图说给我们听，他说哎，说这个大家在戏剧学院都上过形体课吧？啊，都上过，还以为机会来了。对，你们最拿手的什么造型？有人哇是这样的，有人哇又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弄了一个不太牛造型，就弄他弄一这样的。这是那个夸父。当时好，这个姿势固定住。我说怎么了？你就这姿势。这八十分钟我一直这样。哎呦，这很难呢。对，然后前五六分钟是这样的，到后三四分钟就让。雕塑你不能抖啊。那怎么办？我说导演，来，最后那个腿不抖。单说演这还行，还得看人谈恋爱。也不能看，你听。听。雕塑眼神是不能动的。你上去定哪个眼神就哪个眼神，比如说男主角在这儿的时候你就看着他，他往那一走我就耳朵听。我告诉你，演员不好做，你知道吧？就我的雕塑，你那样坐一会儿，你就坚持一分钟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我刚才的动作，我刚才做的。勇哥，咱俩整他，让他。整他。哎，对。那个，因为他的裙子不方便。不方便，哎。是吧？就你这比较方便。一分钟哈。让他一分钟，你这样前腿绷起来。后腿弓起来，不是，叫重心下，往下，好，这姿势，然后前左手就是这样，后腿打开，哎，打开，这样，不，蹲下去，坐，重心再坐，好，就这姿势，预备，别撅屁股，别撅屁股，对，这样，你们俩还得谈恋爱是吗？预备，开始，好，我们俩谈恋爱，哎，勇哥，那个时候你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呀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在画室里给人摆雕塑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哎，这个是你的雕塑吗？这姿势不对了，已经。这个雕塑。这买了个次品，我觉得是雕塑。哎，兄弟，不容易吧？他连20秒都没做。我都抽筋了。你要想象7-8分钟。这个开玩笑，我摔一下，大伙儿乐了也没关系。那个要摔一下就事故了，那地震了。事故了，那就是。你要雕塑花，它倒的不地震了吗？太不容易了，太不容易。其实后来我跟导演要求，我说能不能导演这姿势就别玩，换个，比如换个舒服的姿势。对，不，观众对那姿势很感兴趣。这是我觉得导演感兴趣。那演员就不能选择自己想要演的角色吗？因为你是演员嘛。那从什么时候您就开始感觉哎，有点成腕儿男主角了？哎，出名了，应该是96年以后，96年开始在电视剧、电影当中开始挑大梁了，就男一号。02年电影得奖，得奖嘛，当年的新闻联播还会有大概30分钟后面的2-3分钟，它有一些文体简讯啊，新闻简讯，新闻简讯，会搁进去。当时那是什么奖？当时我第一个得奖的是长春电影节最佳男主角。这哇，最佳男主角第一个奖就最佳男主角，对，大概一个月不到之后，华表奖的优秀男演员。哇，就后来就很厉害，这2个月完成了很多演员一生的梦想。对，我觉得那时候开始病好了。当时有准备吗？得这没准备，一点准备我都不知道。当时去的时候安排座位，我都坐在后边提名啊，所有6个提名全到场。最后一打开。说你是说开奖嘉宾一开，黄老师提名您应该坐前面啊，谁都不认识我，那有时候会场会很乱，他会前面也会有一些字，但是呢我到时候一看，哎，坐满，比如说这地方前面有我一个座，一到，哟，坐满了，我们说哎来起来，我坐，我就绕到后面去坐了。当时念完我名字，这机器，你们现场机器找了半天才找到我，我上去领的奖。那当时得了这个奖，新闻联播都播了，那回单位是不是得牛一通？我们一个首长，首长都看新闻联播嘛，他看那个说哟，来自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那个叫胡勇的，有这个人吗？有这个人吗？给我们团长打电话，我当时还在天津嘛，我领完奖回来嘛，团长说你胡勇啊，我说啊，说你在什么长春得了个奖，哦对呀、啊，说你没跟团里汇报呢？我这是需要汇报吗？啊，把我说愣了，你知道吧？
后来他说啊、哦，他说某个首长打电话来了，说是这个人是某是不是我们单位的？哦，班长说是，哦，可以给他请功啊。哎呦，庆功了！对，这您这太低调，这要是我们不懂当时哦，那个年代，我要是我得这奖，哎，我住那宿舍，我得雇五个人，天天让着邱英俊，听说你得奖了，请客啊！其实我觉得啊，做演员最主要是心态，嗯，你心态平和了，嗯，你什么都可以得到。侯勇老师，我觉得是挺低调的，他得那些奖，现在来说那都是影帝呀，挺多，哪个不是影帝呀？是双料影帝都是。我那天在家里一看，我。摆十几个，哎呦，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我觉得。我当不自信的时候就看一圈。哎呦，您从一个对吧肉联厂的副主任，经过您的选择、抉择和努力，最后成为了一个实力派的演员。人生的选择，刚刚说了很多都是事业上的，对吧？除了事业上，还有一个也挺重要的，什么？就是另一半。哦。啊，您选择另一半，标准是什么呀？现在你问一下年轻人，问一下特别小伙子，说你找对象标准是什么？嗯，他不一定回答得出来。哦，这样的女孩您心动吗？这就不心动了。这样不心动啊？不做动作，不做动作之前还就还行。刘哥，这害怕。这不行。这害怕，这害怕。勇哥你好。有点假。其实今天跟勇哥聊了非常多啊，这个感觉勇哥的这个人生，他没有刻意的去选择，但是最终他。非常的成功，可能就像最后勇哥说的那样，随遇而安，随遇而安，选择真正属于你的生活，是这样，你就真正的开心快乐了。对，好，谢谢我们的勇哥，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，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示啊，感谢侯老师，谢谢，给我们的静怡送客，谢谢，勇哥这边请，谢谢。好，非常感谢侯勇老师啊，跟我们分享了他人生当中的选择。有人说啊，选择也是一场斗争。啊，真正能放弃温暖的被窝，选择套上冰冷的裤腿儿，开始一天的忙碌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选择对于我们来说啊，可能存在着障碍，存在着为难，但是有一种人，他的职业就是去做出选择的，啊，这个人就是公司的人事了，啊，因为他们去招聘新员工的时候，都会收到这个成千上万的简历，每一份简历也就天儿了看几秒钟。啊，如果看不到他们想要的信息，那这次可能这个求职就算被 pass 掉了。另外，每个公司呢都有每个公司筛选的方式。啊，我就认识一个公司的人力主管，他每次都会将收来的简历随便抽掉一半扔掉，理由是他不喜欢运气差的人。还有的公司呢会给这个应聘者做这个心理测试，哎，这还有点科学啊，我就经历过。不是简单的问卷啊，测谎仪都用上了，脑电波、心电图、脉搏、血压都给我连上了，离远了一看啊，我跟那机械战警似的。然后呢，面前的屏幕显示问题啊，你喜欢下列哪种水果 ？A， 苹果 ；B， 香蕉。哎，我就琢磨了啊，这有潜台词，苹果代表诱惑啊。那亚当夏娃吃的就是苹果呀，诱惑就是追求啊，选苹果说明我有追求，知道进取，我选 A。 然后经过四台计算机联网计算了半个小时，测试结果出来了，经过对您的选择进行了分析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您原来不爱吃香蕉啊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我们尽量不要在这个选择上困扰自己，而一旦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呢，也不要犹豫和踌躇，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每条道路虽然不相同，但是大的方向是对的，那就殊途同归。而且啊，不同的道路还有着不同的风景，所以坦然地去选择，乐观地面对生活，这就是快乐的秘诀。本节目由优自来水仙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微视英俊秀，关注我的实名微博 DJ 琼俊，就有机会赢取天津欢乐谷套票大奖。手机看英俊秀，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天津 IPTV 手机客户端万事达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英俊秀，我们下期再会。